台南大学庆祝创校120周年，特别举办校庆系列活动，包括本校甲附属学校的师生拢做会庆祝。在这个月19号甲20号，也将举行大型的运动会，欢迎家长做会参加。创校已经120年的台南大学，想要举行校庆典礼，邀请多位来宾甲无以及开乐。活动会场附属中学、附属实验小学以及客舱学校师生，做会庆祝122岁生日。校园内底每一个所在拢充满快乐的笑声，迎接校庆的来到。校庆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每一年校庆都有一个校庆的开楼，那这个开楼的时候呢，就是主要就是把我们台南大学这种教育的本质的精神，然后呢透过全学员的这种参与啊，甚至邀请这个校外的一种参与，然后把这个教育的本质、教育的精神加以传扬。那么现在虽然是综合大学，但是那种教育对人的培育跟关怀是不仅是在教育学院，其实在艺术、在理工、在环生、在经管的时候，都融入这种精神，然后来关怀人对人才的培育，希望对社会能够培养前瞻性的人才，然后对社会能够有所贡献。台南大学校长黄宗贤表示，这次校庆非常的不一样，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有在国小的八极拳社团，展出击破表演，非常的精彩。校长借着校庆活动，也感谢所有全体师生的努力，让台南大学校园更加提升。记者陈嘉生，中西区采访报道。